夏天解馋必备豪华芒果料理秀，五星级鲜香美味就怕吃不够。炸芒果比较少见，那还是有一些配炸芒果。对，教大家玉米粉、优格直接加一点水，很重要，因为口感都会是在燕麦这边。大家很快就熟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快呀！看那边挤，注意哦。我们刚刚做的三十啊。三十啊。好。再把生的放上去。哦哦哦。他大概加了三大汤匙的糖，正常正常，哇，不能卷太卷了，对，没有关系，挤出来了，太卷太卷就挤出来了，你要会炸，对，哦，演戏我专门 PK 会上又会演，到底真性情还假作戏，让你猜不透。极咸喜盛极的洋芋沙拉，哇哦，不用担心，我帮大家准备水果盘。还好，还好，定江山。太咸了。对啊，没有关系，你不吃啊。他绝对吃到。他可以一定吃，这好尴尬啊。演戏我专门 PK 会唱又会演豪华芒果料理秀，欢迎所有爱吃懂吃想吃的朋友一起来光临型男大主厨。Yes， 今天我们的特别宾已经看到了，一个是会演的，会演的，一个是会唱又会演的，硬生生就是多了一下。欢迎曾沛慈，来顺走吧。好，今天呢，这个曾沛慈带着好朋友孙可芳啊，来站台啦，对对，为了自己的好姐妹出专辑是吧？没错，专辑介绍一下，7月22号呢，我的第四张全新专辑《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，特别和谐》，特别耀眼，已经开始预购了，然后会送很多小礼品。第一波主打是叫慷慨。慷慨，对，推出一个非常隆重的呈现，那个 MV 请来了李李仁、李仁哥，哦，有精彩对手戏，能不唱一下下吗？跟我们分享，可以唱吗？可以唱。多想变成最慷慨的人，就连道别我都不吝啬，不只有某种身份消耗着仅有的自尊，虽然是你最依赖的人，亲近的我不得不转身，大方的让他给你想要的，算。你们为什么是好朋友？我也不知道哎。一起拍戏，对，一起拍戏，一起拍《亲爱的亲爱的亚当》，现在还在播出哦，正在播出，正在播出，意外投缘。好，那今天呢，就是我们演戏专门的一组，我是要去那边，我来，我来了。其实这两个师傅是我们才要选择的。好了，你们两姐妹先厮杀一下，猜拳赢的先选，剪刀选对不对？对，剪刀、剪刀、石头、布。曾沛慈两个都很厉害，因为磨练就变成都很强了，老狐狸两只。那我选我心目中老狐狸第一名可以吗？就是我的意思是，就是他的层次已经超越我能理解的那种厉害，能理解。哎呦，你选的应该是詹姆斯了吧？哦，对，好想跟他合作。你讲的这不是夸奖吧？是夸奖，我觉得你也是很厉害。好了，开始拼一会儿了。今天呢，我们的礼物团体奖看到没有？哇！精彩的水果礼盒，还有呢，这个很棒的那个电烤盘。电烤盘。今天是豪华的芒果料理秀，欢迎第一棒凯师傅。艾文芒果。艾文。金黄长这样。金黄芒果。他们俩的孩子玉文长这样。哦。有爸爸的体质，有妈妈的皮肤。他们两个 ，OK， 这三种是我们今天主要介绍的。OK， 芒果在台湾至少有6-7种以上，可是很多人都不晓得，大概就吃过艾文跟玉金黄了。对啊，
我们的芒果今天在特别准备的特色，让大家晓得一下。好的，好不好？来介绍。今天开师傅首先要用到的是金黄芒果。金黄。金黄芒果，你看这么大，它就每颗平均大概有1到2公斤的重量，扎实。对对对，它是芒果界的巨无霸。它的特色就是它里里外都是金黄色，嗯，那它本身的肉是非常的 Q， 跟一般的芒果比起来它比较 Q 一点，所以一般我们如果在做菜入菜的时候，金黄是一个很棒的选择，因为它不是属于甜腻的那种，它的肉是让人家觉得最舒服，它甜度没有那么高，没那么高，而且它没有纤维，对，然后不太酸，是，对，它不太酸，不好意思，后面这两句应该他讲，哦，对对，蔡师他带来的就是地道芒果料理啦，金黄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蔡师傅带来的菜名叫做。金黄尾鱼芒果冰淇淋，金黄尾鱼芒果冰淇淋。我这边很多准种香料，让大家知道一下这是什么。这是这是甜椒粉的 cayenne pepper， 辣椒粉 cayenne pepper， 对不对？还有姜黄粉、姜黄，对，姜黄，对，还有蒜末、黑芝麻，这是什么？加一葱，菜脯，加一葱嘛。这是什么？泰国辣椒，哦，甜鸡酱，甜鸡酱，对，甜鸡酱。所以这个说出来比较适合炸的食物，比较适合。炸的，对。准备计时开始。炸，先这边的金黄尾鱼芒果。在韩国，对，用芒果入菜不多吧？我们芒果没有哎，其实韩国，韩国没有啊，韩国没有，没有，韩国没有，对，蜂蜜没有，香蕉也没有，香蕉也没有，没有水果啊。那有西瓜吗？西瓜很多，西瓜很多，西瓜汁。哎，他们都在种。和西瓜种一堆怎么可能？西瓜需要杀虫。在摇热啊，没有到一定要那么热。这里面是什么东西？这边里面有打蒜，还有打蒜，洋葱，还有这个蒜豆，蒜豆，对，蒜豆，还有尾鱼，尾鱼，对，对，很可以。然后捏一小丸一小丸，对对，放在面粉里面过三关啊，要过三关，对对，过三关。蔡师傅很久没来了，很久没来了，他大概两个月吧，两个月没有来，现在当网红，嗯，现在啊。然后再出商品，没有，看你整个说有就有什么关系？最近要做炸酱面的酱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出了，出来了，对。很多个啊，那最近有要发专辑吗？我现在要炸哟，我要炸，他们专辑叫炸酱面，都在拍片了，对吧？姐，哦，炸了，演员，演员，啊，油温有点高，你可能要注意一下哦。对，我参加外面。炸一下一下就好了，因为这个也有真实条件的，我觉得颜色好漂亮啊。对，这样子炸一下，炸这段过三关之后，现在开始准备寿司，现在开始准备芒果沙沙哟。马西索哟，炸他是不是变韩国人？是不是可以起来了？好香，谢谢。감사합니다，감사합니다，사랑해요，好香哦。这真的超漂亮。这样，先介绍定一下，因为这个我来台湾吃金黄芒果的时候，它的口感比较 QQ 的，对，我觉得非常适合做沙沙的。嗯。时间过了2分钟。这样，这边之后呢，它的芒果有甜度，有口感，但是有一些酸度不够，酸度，所以对，所以我就加一些多一些柠檬汁。金黄是真的比较不酸了，对，还有盐巴、黑胡椒酸，但是喜欢吃甜的就会爱闻爽一点，嗯嗯嗯，爱水分也多，嗯，很过瘾。但金黄它就是它的那个，你想要吃大口去吃那个芒果，有没有肉在嘴巴里面肉，金黄是第一选，像果冻哦。这样子做，它水分没有爱闻多，我觉得，嗯，这样芒果晒晒就好了。还有芒果浆的部分的话，切好了的芒果，打一下。sauce， 加 sauce， 加还有这个是 coconut milk， 椰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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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蒜，蒜末一点点，一点，还有姜黄粉，姜黄粉，对，为什么要姜黄粉？好怪啊，颜色的香气补一下，这样香气，对，香气，这就不是研究项哦。好，泰式甜鸡酱，然后再加上了一点黄砂糖，对，还有柠檬汁，啊，柠檬汁，时间剩下2分钟，柠檬汁，加油，哇，它那个寿司很好吃，为什么可以这样？芒果是有辣，在泰国的芒果会沾辣酱去吃，哦，对，东南亚很多，对，东南亚都会啊，都是辣椒酱沾的，很好吃。这餐之后，我们开始
成品盘。哇，那你看，哎，哦，好漂亮。这样还有甜筒冰淇淋的。哇，一波哟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听到一波哟，你就紧张喽。还有里面啊，芒果的寿司亲戚，芒果寿司亲戚，哇，这个好，这个好啊，哇，哦，马西说哟，这还有菜沙，我们刚刚做的菜沙，菜沙，倒数最后一分钟，也太紧张了吧，说，看看炸好的。可爱，好可爱哦！再把生的放上去。哦哦哦，有一球是那个，有三球是鱼肉。OK。没有调味的鱼肉，没有调味哦。那因为上面就可以补 sauce。哦。对，珍珠花。好可爱哦。哦。哎。诶。好漂亮。吃的吧，嗯，完成了，金黄尾鱼芒果冰淇淋，哇，待会是三个人要吃一套啊，不是一套，没有，五分钟而已，五分钟，三个人吃一套，三个人吃一套，来，就战斗位置来，金丹演技王曾沛慈这一组首先登场，要吃的是好吃的洋芋沙拉，哇哦，或者是。极咸喜胜级的洋芋沙拉，哇哦，喜胜！不用担心，我帮大家准备水果盘。没有，我一转到喜胜沙拉就，哎呦，太水果盘了，太体贴了。好，这辈子先来。我去，会倒上去哦。吃那没有膜的哦。这个，这个。你享受一下，因为吃到嘴巴里面会有盐巴在里面。那个鼻关，会烧烧烧这样，对。我嘴巴要打开吗？啊，不然怎么吃？你要塞哪？那你要塞哪里？咀嚼的时候要哦，随便都可以。你一定要吃完就对了。起来起来，老公说。你忙你的。下咕下咕。起来起来。还行。还行。嗯。好。詹姆斯。你干嘛学我？咬！连这个都有，好烦哦！还有呼吸，呼吸。还好。好难哦。来，准备先准备。记得摸鼻子。两边一起摸，先摸左边，再摸右边。因为太咸，鼻涕会跑出来。哇！好烦！但会不会佩慈像我上次那样，就是因为我们没办法想象他到底多咸？对，因为你不知道有多咸。对，因为我们没有吃过，所以不知道他到底。没错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三个到目前的表现，佩慈会，对，他现在不知道到底有多咸。佩慈可能是因为他不知道有多咸。对，那你们要猜谁吃到？谁吃到正常的？哦，你猜谁？我猜佩慈吧。你猜佩慈，你呢？我也是猜佩慈啊，你多了一个，我多了一个詹姆斯啊。猜拳，赢的人出去吃，而且赢的人决定谁来，因为三个差不多，差不多，来准备，剪刀石头布。我赢啊！对对对对。啊？对啊，他决定了。哦，碧江山。太咸了。佩慈啦，佩慈，来来佩慈，来来来，你是好，你说佩慈吧，来来来，如果是佩慈，你们就错，你自己决定哦。我刚好怕他选佩慈，决定，真的啊，很好吃吧？哎，他太会演了，我刚前面看到眼眶飞，太夸张了，可惜了，被骗到啊。好冷，好咸哦！很咸，上班的咸，它的咸是中段后面透出来。对，那我们的是什么、啊？吃吃东西润润喉，惩罚，很惩罚，像是惩罚。我好像常常喝。我们一个人可以吃两个，可以可以。
先给水。哎，好棒，我们知道了。还有加工了一下，太好了。那我们等一下是什么？我们先吃这个生的。那我们要先吃哪一个？先吃这个，生的，对。先吃生的。我看这个不是正常的。来，天哪！嗯，哇，马上就有。就是它寿司很好吃，好香哦。嗯，刚刚在加寿司的时候，佩慈讲说，我没办法想那味道，我觉得这很好吃，好好吃。雪国的热带食物，有点雪的感觉。好，接下来这个来你们选。哇，这样真的可以知道说，那个寿司里面它加了那个姜黄跟那个辣椒粉是椰奶是有意义的，椰奶也很重。嗯，你吃得到姜黄的味道吗？嗯，有，有，很明显，其实蛮明显的。嗯，我建议直接啃了，太强了。嗨，你说这是什么口味？啊，这个是啊，菜粉，啊，西洋葱，那个虾夷葱，虾夷葱，再给我点蒜，不要多加菜粉。就是派在柠檬的部分，你有加了两次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最后多存在一些，给它那个酸味，然后刺激味蕾，然后生的尾鱼跟熟的尾鱼球。吃起来那个香味跟口感不一样。哎，雪水给我舔盘子，掌声鼓励，就这样吧，谢谢。第二棒就要吃的是玉纹芒果了，来，菜名叫什么？夏日芒果乳酪冷面。今天的玉纹芒果之后，它真的是香甜，质地又非常扎实，很适合入菜，所以我不要再画蛇添足，就直接让大家吃它原味，然后佐以一些让它加分的材料。那是西班牙冷汤哦。嘎吱霸酒，嘎吱霸酒，曾国成非常熟。嗯，刚好我这是在戏里面要做这一道啊，七月二十八酒，以番茄，可是以番茄为主，这边没有番茄。每天是用芒果，就想让番茄换成芒果的概念。OK， 他的舞台剧他要演一个厨师，对，在里面做那道汤就是西班牙冷汤，叫嘎吱霸酒。哦，对，夏日芒果乳酪冷面，请开始示范。好，计时开始，我们先烫这个西班牙，不是这个。意大利面，哎，所以你用的是玉纹哦，玉纹，嗯，玉纹，刚刚陈哥有讲嘛，有特别金黄跟艾文的中小孩，像目前芒果中的新生代，嗯，才二十多岁。那我们来做这个冷汤的部分，我们就直接把这个玉纹芒果切大块，哦，切的哦，对对对，然后Angel Hair，天使细面是不是煮的时间比较短？两到三分钟就完成，很快。我切这么大块，对，你要需要这么多酱，嘎斯曼果，你要汤需要这么多，对，我要这个冷汤，然后醋下来，它是什么醋？嘎斯曼果是什么？这是什么醋？这个是这个葡萄酒醋，白酒醋，白酒醋，然后加一点糖，对，目前是甜的状态，对，拿一点胡椒粉去中和它的甜，胡椒，加一点这个橄榄油，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用果汁机来帮助我们完成它。真的是芒果的季节到，那我加点冰块进来，让它的这个保持鲜红、鲜黄色。那在打的时候不要有热能，这样子。然后这个出外景哦，去那个中南部啊，每到一个点，人家就是拿一箱芒果来送。对啊，我们来过这个三温暖，先把这个芒果在家里用好取得，今天是用玉米粉。炸芒果比较少，今天还是有一些配炸芒果，对，教大家玉米粉，把它拍好了之后，优格直接加一点水，和均匀，让它尽可能的粘连上这个。你不用玉米粉，用你不用面粉，用玉米粉的原因是什么？我觉得玉米粉的味道比较不会跟它相冲突。哦，是口感还是味道？味道，味道。然后好了之后，因为口感都会是在燕麦这边裹上一层，我先把它沾完。你的面是不是起来了？面的话还没，再二十秒。很大块哎，对啊，吃起来大块才会人心啊。对，因为炸也是不要让它就是脱落太多，所以我今天用比较大块的方式去炸它。太细容易碎开。时间过了两分钟。好。台湾的厨师很幸运，我们的芒果品种这样子这么优秀，选择做菜就是很棒。嗯，食材非常多了。嗯。台湾芒果品质很好，就是也是会卖到日本去。真的。
小心油锅。你要芒果，你要闻它的香气，要闻哪里？到芒果冰镇那个冰水。屁股。屁股。尖尖的那里。头。那个黑色的还是头。你闻这边跟闻这边，要闻这边，你闻看。问吗？要闻这边，你闻。香气要闻尖的地方。要闻下面，你闻。好，那反过来。反过来，哪个香？真的是这里。对啊。油温要多少？油温180到200。我到了，到了。反过来。两倍以上。对啊。去沾给它扎实之后，就可以直接给它下去。哇。这些都是在家里非常好取得的食材，我只是把它稍微再把它组合一下而已。那味道是拉加成上去的，这是麦片的炸过，对，即发的燕麦。我觉得如果这发展成台湾小吃，会不会很厉害啊？它会比较尴尬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芒果有产季，只能夏天。对，冬天可以炸别的啊。是啦，可是他，你比如说你炸芒果这么受欢迎，你到了冬天你就很沮丧。要限定，老板要休息。对。气炸很快就熟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因为我把面才立个油，我们让它休息一下，先处理我们的面。嗯，让他们冷静一下，冷静一下。哇，这个，这时候面也差不多好了，就可以准备来盛盘喽。啊，今天会准备一个 cheese 叫 mascarpone cheese， 这个是做提拉米苏很重要的原料，这个单吃。单加在芒果里面吃就非常非常好吃了。哦，对。倒数最后一分钟。今天选的素材是根本不用特别想如何搭配，放在一起就好吃。对。哦，放在杯子里。我们上一次陈佑珍师傅带我们去吃饭之后，我花了5000-6000买了一堆 cheese 啊。因为他带我去，我们吃那个丝绸 cheese 那家非常好吃，我就买了一堆。我们家那气是三天就吃完，我们家一天就吃完。夏天吃这个也太开胃了吧！这种细面，这种冷面太妙了。一般如果意大利面做冷面，我们用 angel hair 是比较多一点。我已经在想象它在我嘴巴里面的味道，是真的很好吃啊！用冷面来，对啊，先吃冷面来吃，饱嘴。饱嘴！天哪，大块呀！啊，看那边挤，注意哦。最后马斯卡彭点缀上去。哇，好可爱哦，这样。哇哦，好想吃。最后一个东西就是薄荷叶就完成了。薄荷叶。对。因为夏天还是有点薄荷清爽的清凉的感觉。吃不完的拿去做莫吉托都可以。可以。芒果莫吉托。哇，好漂亮。好，完成。完成。很好奇它的味道吧？对。夏日芒果乳酪冷面，游戏位置请就位。口诀在前面，看到了哈。手要举过耳朵才算哦 ，OK， 最少是0，最多是6，我们非赢不可。先，准备，开始。豪华芒果料理秀，今晚是不是请人吃？是。没有。豪华芒果料理秀，今晚是不是请人吃？3。走。赢了吗？还没，你先胜出。你到那边去，到那边去。去哪里？这边。开始。前面可惜了。I know you。真的吗？
又错过烤饭，跟我说他最爱吃芒果。来来来来来，我们来用餐的用餐的用餐，真的很好吃哦。Yes， 直接来，我坐上。那么辛苦呢？这一次他们有什么方法？对啊。法国的燕麦非常搭这个芒果，口感非常棒之外，因为它就是它的咸带出了芒果的甜。它有明显的咸吗？很淡很淡。我加一点梅。你是在吞口水？你在吞口水啊？是因为那个？不是因为那个真的太酸了，而且那个芒果一咬开是会全部充斥在嘴巴里面，然后在裹外面那个裹的那个粉。面面面。冷面冷面，面好好吃。夏日凉拌开胃菜，不是发出奇怪的声音，太好吃了。很棒，薄荷很重要哎。真的，薄荷很重要，薄荷很重要。嘴巴好舒服哦，太适合夏天吃。晒子真的是太好，这视觉上其实蛮像炸地瓜的。还有炸鱼块。我们好像悲惨世界里面的小男生，连面包都不能吃，真太可惜了。吃完干杯了啦。我你有接到电话要赶着走的。对啊，有啊。跟人家约要烤肉，你知道？啊！打烊了！啊！吓死！哦 ，OK， 什么肉身什么？不对，最后一道，团长拿不到，起码要吃最后一道吧？对啊！爱文芒果了，好不好？菜名叫做三色芒果炸太卷。炸？什么叫做太卷？太卷就是日本寿司。日本寿司。可以松一点，不要那么卷啊！没有啦，那个本来就叫泰卷，福多玛奇。对啊，那外面沾的是叫花寿司，你然后海苔在外面的本来就叫泰卷。我叫泰卷，是我们台湾就叫它寿司，它本来就叫泰卷。哦，对对。那天呢，我儿子去烫个头发，哇，都泰卷。是困意。计时开始啊！这么快啊！你指望我跟你聊什么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爱文芒果的特色呢，很多人都很清楚了。我们再补充一下，来，好的，爱文芒果是台湾就是最广为人知，而且受到市场所有人的青睐的品种之一。它的主产地在屏东，访寮了很多，然后台南御景也有，也有，还有这个南化也有。南化，那重点是这个爱文芒果其实它是美国的品种，哦，它叫爱文。哦，对，然后进到台湾之后，在台湾因为做了一些改良，说它发扬光大了。哦，那本身它的那个核心的部分，就是核果部分比较小，果核小啊，果比较小，所以它吃起来其实甜，然后带一点酸，所以普遍大家很喜欢吃，在夏天的时候很喜欢吃这样的口感。它的这是椰浆糯米饭的，对，就是芒果糯米的概念。它的甜度很高，但是因为它同样有酸度在里面，所以你吃的时候你比较不会那么甜腻，比较不会那么腻。这个是不是也比较好入手啊？刚刚在卓文萱介绍爱文芒果的时候，他大概加了三大汤匙的糖，正常。为什么？我们在吃，但是你有加盐吗？一点点，对，要加一点盐，它糖一定要很大的，因为你做泰国的这所谓芒果糯米饭，糖一定要够重，那个糯米吃起来才有甜度。对，但是你还要再加一点盐巴进去，不然会太甜腻。没错，用姜黄粉，姜黄，没错，然后加一点芒果汁哦，没错，然后这边加这个紫薯粉，紫薯，这边加抹茶粉，三个颜色，抹茶，对，哎呦。就有点黄绿红的效果了，对，就有红绿灯的效果。我还准备三个饭勺嘞，哎对，它会染色不好看，工欲善其事嘛，必先多饭勺。对，哎，都下去好了，就下去了。太厉害了，太会接了。哎呦，抹茶，抹茶，哪一些？抹茶粉加不少哟。你加的是纯抹茶粉吗？纯抹茶粉。纯抹茶粉不是有点苦吗？一点点，可是芒果刚好甜嘛，综合它的味道。对啊，对了，刚才放了三大汤匙的糖嘛，不要看它放糖。不客气，大瓢大瓢的碗。对，直接热热的就来了。来了来了，五分钟嘛。哦，你是我们里面几个师傅做菜算最优雅的一位了。可以，大家都很优雅了。我没有，还剩慌张哦。还剩多久？还剩下，时间过两分钟，剩下三分钟。好，那可以优雅一点。人家总是五分钟可以完完整整的时间一到做完。哦。
经快要做完的意思吗？什么还有啦？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太准时了。对啊，不要这样，他就食材丢进去包存起来就好。没错，来。草莓哦，草莓，我真的很喜欢草莓。布灵布灵跟芒果也是绝配。芒果，对啊。冰，我现在什么都听不见了。哦，奇异果也是黄绿红，也是个黄绿红的组合。可邦，你还在举上那个烤肉盘，所以听不到的。对啊，那是什么？虾子、虾肉，什么都想吃。对，多点，不要只有水果。好，哎，掉了一个，好，掉了，哇哇哇。哇哇哇哇哇！时间剩下两分钟，就该美修。哇，一点点，哇，满料满料，浓字卷，不能卷太卷了。对，没有关系，挤出来了，太卷，太卷就挤出来了。是这样子，这是精华。对，你要下去炸。对。哦。油温要多少？哦。哎，酱料，这算是难得看到张秀勇这么慌张的哦。对啊，他掉出来了。会不会太高？他要炸到什么深度？要黑掉喽。转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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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它转一下。转火还是转它？转它了。他哇，他很。人家一道也都没吃到，你就叫他转一下去。你还执行炸？哇，都炸出来了。哇。飙出来，飙出来啊！飙出来喽！我那芒果不用钱哦，对，嗯，都加了吧，有这么多，好像哦，对啊，鲜果日志，鲜果日志提供了我们很多很漂亮好吃的水果礼盒，哇，倒数最后一分钟，好香，好烫，张秀，你最近应该不会出国吧？最近不会啊，哦，不然我怕你指纹可能按不出来。好烫呀！好烫，好烫！哦，很棒！你是点到你笑穴是不是？我就指纹，太烫，太好笑。哦，好烫哦！没有关系。现在自己安慰自己，没有关系，没关系，要加油，秋勇要加油。所以热的饭还是不适合拿来卷哈，真的，对啊，还是冷的比较好卷。你大概忽略了一些细节啊，太伟大了，哦，没有关系，遮起来就好，遮起来，这个是什么？遮好遮满，没有关系。没有关系，来，已经全把它盖起来了，没有关系。上次是不是有一个师傅走这个策略？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完成了，完成，完成，完成。哦，很想看到你桌上这么凌乱哦。对啊，桌上好乱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手指头还好吗？你今天记瑕疵一次，而且是非受迫性失误，你知道吧？嗯，没有关系的，没有关系。你惨了，人家没有关系，你完蛋了，没有。什么玩意儿？来，就型男演技完，我们要吃的，听说有点不太舒服。什么？一个是。抹茶吐司，嗯，另外一个你们一定猜得到，就是芥末吐司了，太精彩，颜色是一样的，呛呛呛，你想要看谁先演？唱歌，哈，哎，哦，哎，这个酱比较多，我走了，要嚼哦，不能吞哦，这个吞会噎到吧？死掉吧！一直觉得你要吐汁哎，它真浓，浓的，是要倒掉的。哦，哦，他的笑颜简，你对陈哥了解，他这个笑颜简是演的还是真的？他也没办法演那么好，他整个下面这边都红，鼻子眼睛都红了，这演不出来吧？没有关系，今天那么辣，哈哈哈哈哈，真的好辣了，真的。制作人，等一下要开会了，要开会了，我。这是铁汉柔情哦，都哭了，吞下去了嘛？开会啊，没有关系，好吞，没有关系，不吃啊。那是演的啦，那是演的啦。
下一位，下一位，哦，吴师傅走了啦，太多了啊，走一个，太多了，超多哎，太多了啦，哦，这当然是挑小块的。师傅们对于酸甜苦辣都接受的比较，会比较 range 大，比较 range 大一点。这个是，这个是肠胃方面的。但是我想，师傅还是有一些味道是只不要自己受不了的吧？那是脚底按摩的脸，那种感觉像树懒吃到芥末呢。我觉得他演得很辛苦，因为他一直要把那个辣要演出来，可是他很难演。对，呛是很急速，那个呛是他没有办法演。你看他现在就是定格在那个地方，脸那个转圈的速度，师傅，你嘴角又有点笑。对于瓦萨米里面的演哦，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太甜了哎，甜味太少了啦。可发，可发哟，看起来一样啊，天哪，都一样，都看不出来，调的跟一样。这个其实刑事局建设组来做的，开玩笑。他绝对吃到了，那就一定是，这很好猜嘛。他要演不会是这样，这怎么办？我对不起你，这怎么办？这好尴尬啊！还好吗？还好，还好。也是还好，嗯，而且抖哎，我觉得陈哥真的演得非常的好，他哪有演？那个矿泉水在演，天哪，没有，他就是知道了。以我跟可芳拍戏，他刚刚那个吃的毫无酝酿，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知道真的。所以你觉得是吴师傅？我觉得是吴师傅，相信佩慈。好，那你去。哦，我去吃啊！你是吴师傅的、啊，你也觉得吴师傅的、啊？一小口的，你不会骗我吧？是你自己猜的啊！这个是芥末。你再去吃可芳的，你再去吃可芳的，你再去吃可芳的。太好了吧，颜色不一样，你下次不准吧。你看他眼很深，可是他的看就知道很假，就是那个要整个，因为你放心，可芳的毛都是正常的，你的酱都挤出来，你再说还好，吃不出来，因为都是芥末嘛。整口吃呢，而且会越来越辣，会后劲，你越来越。你看你看，他眼睛看得出来有没有？他多少？不是，吴师傅也太淡定了吧？range有这么大？我们只剩下两个机会而已，我一定要把它稍微顶住，把手住。里面料很多啊，你看嘴巴合不起来，因为一合起来就会咳嗽。我为什么要吃啊？是叫你吃，这个是口味的记忆，味道的记忆。是这么呛，他眼睛鼻子，他我在以为会从这边开始。下眼睑，加上他拿卫生纸整个包。你们可以吃东西了。眼睛好啊，眼睛好，吃不吃？那也太好了，是不是？嘿嘿嘿，我刚故意递了个卫生纸。对，谢谢。要不然就会被看出来。对，助攻，助攻，演的真好，你演的真的很好。太好了，这什么？这是黄连柠檬汁。黄连柠檬汁。哦，专辑大卖，耶！专辑大卖，专辑大卖，哦，想到好酸哦，干杯，是不是？嗯，好健康，好健康，你的表情不好喝啊？薄荷真的跟芒果真的很搭哎，外面脆的，里面是软的芒果。嗯，它三个味道不会很明显，只是颜色的搭配而已。但是有炸的，又有这个软的酱。其实你在吃的过程，那个三个口味的那个香气也是会慢慢出来。但颜色现在看好漂亮哦。嗯，对啊，而且它的椰浆糯米饭效果很好。对，会不会太甜？不会很腻耶。
不全，不是放了很多，感觉很想要用一个汤匙，把下面的底料跟饭一起这样，满满的水果。对啊，反正椰浆饭的甜度，它会跟那个芒果部分的甜两个是变分开的。对啊，变分开的。我咬有咬到后来很巧妙的，他刚刚那个齿缝里面的瓦萨比会出来，本来很热带的地方变日本，瓦萨比毁了，我的瓦萨比不能再出现，杏仁片很棒，哇，终于吃到了，好好吃哦，孙可芳终于吃到，他上次来什么都没吃到，恭喜今天会唱又会演获胜啦，鲜果日志还有立刻特赞助的礼物，超棒的。嗯，把自己的歌曲单曲再介绍一下。7月22号，我的专辑《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、特别和谐》已经开始预购了，然后首播主打《慷慨》的 MV 也已经上线，请大家多多支持。会唱会演，学历高，长得好，然后个性又乐观开朗，这种人很少见的，这是绝无仅有的。谢谢陈哥，希望这个慷慨能跟他分享所有的慷慨的感受。没错，希望大家都很慷慨的健康，很慷慨的快乐，很慷慨的幸福，很慷慨的活着，好吧？祝福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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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大家一定要记得准时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，祝全台湾喜欢吃芒果跟听好歌的朋友天健康又幸福，晚安，拜拜，拜拜，拜。世界杯料理绞肉片，下饭神器，包你白饭不够甜。香茅、柠檬叶、番茄，全部都不要放。南姜、红龙头，统统不要。好，要爆香，让它有点香味。这个要爆出咯。那打抛叶跟九层塔是亲戚吗？它香气不一样哦。不一样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啦，那我们搞太久了。不是搞太久，搞错。香菇它有油脂的，它就开始有香气在。五香粉、甘草粉、冰糖大概加了一半进去，酱油进来，鸡高汤、猪高汤其实都可以。哇塞！大伙做菜不忘兼顾综艺，笑料百出，荒谬无极限。小心哦，一路很咸哦。阿伟，好险啊！就拿一小匙而已，就哦。等一下看你加多少。救一下。先抢，先抢，先抢。有阿明师，还有吴。有阿明师，我就抽到阿明师，我跟缘分这么深。去哪赛？怎么赛这么红啊？就一群人有没有？对，他一定会特别赞，因为他离太阳太近。我有一次在南部吃到一家，我那一次吃了八碗，八碗肉燥饭，对，球队12个人，晨操结束。教练就说：“哎，今天我请大家吃早餐，吃。”更多的精彩内容，请锁定《型男大主厨》。